西亚变形金刚玩具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通了枪的暑假之日的另外一个影片。那今天暑假之日的影片呢，是非常特别的的其中之一。怎么说呢？因为相信今年2013年，钢铁侠三已经在这个电影上市了。OK， 哇，说真的，这一套那个。钢铁侠三呢是非常精彩，超级棒的，非常精彩的。OK， 那所以说呢，它到底有多精彩呢？那我们就看了这个模型身上它到底有多精彩了。OK， 首先呢，要介绍这个Iron Man 钢铁侠的模型之前呢，我们先看它有附送的一些周边的一些东西。什么东西呢？第一个，这个就是它的一个。脚架一个 stand 在这边，可以上面这里有一个凸起来这个地方呢，是可以把他的脚呢卡在上面做一些 pose，OK、okay?。第二就是这个 ，OK，Osbark 啊，这个 Osbark 不是那个 Amazon 的那个Cube，OK，、okay? 并不是，是来装这些垃圾的一个东西 ，OK， 不算垃圾 ，OK，OK。Okay? Okay, 第三，他有附送的这个左右手 ，OK， 开手心的一个左右手 ，OK。第四，这个左右手是停 stop 的一个样子 ，OK。OK， 第五，哦，这个就是他的名字 ，I'm Mark Five， 马克五号 ，OK。OK， 第六，最后一样了 ，OK， 就是这个我最喜欢的你。最喜欢的最后一个，哎，不是，我第一个最喜欢的 ，OK，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那个在2010年的时候呢，Iron Man 在第二套所使用的这个书包，钢铁书包 ，OK， 是干什么用的呢？你回去看你就知道了 ，OK， 把它放旁边去。现在呢，专注在这个 Iron Man 的身上，吼吼吼吼。你看它的一些细节呢，哇，非常的漂亮哦。嘿，先把它头呢给转到这个，哎，摆好的姿势。吼，钢铁侠，奇怪，大陆呢是翻译成钢铁侠，但是台湾是翻译成钢铁人呐、啊，是不是啊？我不清楚 ，OK， 只是问一下 ，OK。这钢铁侠的这个 Mark V 马克五号的它一个细节呢，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喜欢。那你们注意看的细节，垃圾一点，尤其是它的这个胸口的这个能源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东东，我倒是忘记这个叫什么了。OK， 它的一些细节呢也非常的漂亮，不知道这个镜头可不可以拍到 ？OK， 这秀我。结果就算了 ，OK， 它的后面那些刻画的细节呢，非常的正点了，非常精细，我非常的喜欢。还有这些旁边的这些有螺丝这个地方的这些小个地方，全部通通有做出来。我买到这个 Iron Man 的时候呢，是到底是多少？我想看一下多少钱的。包装呢也没有写啊。没有写啊。我如果大概没有记错了，应该是台湾的1600块吧。OK， 大概是这个价钱了。OK， 所以说呢，总之你从哪一个角度来看的，这非常的漂亮。OK， 它的脚的这细节呢，非常的 solid， 非常的漂亮，以及有细节感的地方。后面一个大屁股 ，OK， 他的头雕呢最正点啊，你看，他那些缝隙呢，不要怪他有这些缝隙，因为他在电影里面的确是有这样子的缝隙 ，OK。现在来介绍他那个灵活度吧，头的部位呢是一个 Revoltech，OK、okay? 这一个系列叫做 Revoltech 的一个玩具或者是模型。
所以说他那些关节呢，其实都不是用那些齿轮的装置或者是球形装置，他用的是 RevoTech。RevoTech 是什么意思呢？就可以把他的这个关节地方都可以把它拆下来。OK， 他的 RevoTech 的这个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怎么说？这样子的一个关节 ，OK， 非常容易的做了一个拆开出来一些。放回去的一个小小的一个介绍 ，OK， 现在介绍头部的一个活动关节，头的部位就是 RevoTech， 所以说它呢能转360度，往上看都可以，往下看没有问题的。那其实来说，如果你要左右转呢，左右这样子弯头呢，的确是可以的。怎么弄呢？你看了、这个关节它是这样子的 ，OK。要把它头呢给往旁边再转呢，是要把这个这上面的这个部位呢给它转过来，所以说它的这个头呢就可以这样子的去转弯。OK， 这个铝木台呢，这个系列呢，我觉得是非常难去做介绍，因为它那些关节的部位呢非常的多，所以说我们这里就省略过就算了。OK， 总之它头呢可以往上看、往下看、左右，可以是没有问题的。手的部位呢，这里的这个肩膀的这个盖子的部位是给打开出来 ，OK， 打开出来，这里是有一个 RevoTech 的一个球形的一个齿轮关节 ，OK， 球形齿轮关节 ，OK，RevoTech，OK，、okay? 这里也是一个 RevoTech 的一个关节，你听啊，它那个非常紧的一个声音，代表说它的 RevoTech 做得非常的好，手呢是给打360度 ，OK。这里的一个二头肌的部位是可以稍微的往上哦，往了非常高的一个角度 ，OK， 往下，旁边左右转弯也是没有问题的。手在这里是 RevoTech， 所以说它要做任何角度呢也是没有问题，转弯也是可以 ，OK。这里这个肚子的地方呢有1、2、3个关节 RevoTech， 有两个 RevoTech 在里面，所以说它能做出这样子的一个关节，这边活动关节 ，OK， 可以转弯也是可以，这里转弯也是可以，所以说它有1、2、3个活动的那个地方 ，OK。脚的部位呢，这里就不是铝木材的关节，这里是整个的，可以直接把它抬到这么高一了，或者是往后好像是比较难一点点的 ，OK， 没有关系 ，OK。总之呢，这个 Iron 的这个模型呢做得非常精细的，我非常的喜欢的。这里是有一个可以这样子去动的一个关节，这个弄来干什么的呢？其实是一个造型，打开来呢是作为它的这个把它的缝隙的地方呢整个盖起来，只是这样子的一个简单的那个小小的一个怎么说一些利用品吧 ，OK， 这么说好了。OK， 这里也是一个铝木材的一个关节，这边转弯 ，OK， 往旁边呢，这里有一个盖子的地方，我非常喜欢这个地方，因为好像是一个海螺里的那个那些东西呢，把它这些空洞的地方那个盖起来，我非常喜欢这个地方 ，OK。那这膝盖的部位也是给转弯，也是铝木材的那个关节这边，可以往上踢，哎 ，OK， 往下。这里也是一个 RevoTech 的一个球形关节，这边 OK， 它的脚的部位，如果你仔细看呢，它有非常细的一个铁丝吧，不是铁丝啊，这个叫什么？那个小小的一个铁这边，所以说它有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关节，OK， 你知道这个活动关节在干什么了 ？OK， 那我们就不多做介绍了。这个 iMan 的这个 RevoTech 呢，其实我很蛮建议你们去购买的。为什么呢？因为哇，它的细节非常的漂亮，而且它的价钱我就不敢说了，好像听到不是听到，我看到那些我的台湾朋友呢，他们在之前我在那烧门城的那个团我有 boss 有 po 上的这个照片呢，他们就留言告诉我说，这一支 Mark V 的这个价钱呢会比较贵，我
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它会那么贵，因为它那些细节，它那些活动关节啊，活动关节非常的正点，所以说它贵没有问题。OK， 它贵不要担心它贵，因为如果你用自己的钱把它买下来，其实它是非常值得的，很值得。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很多人也是非常喜欢这个 Iron OK 模型，而且这个又是这个不是日版的一个玩具，而是美版的玩具。怎么说呢？这个是那个一个日版的公司的一个玩具 OK， 就这样子 OK。所以说它贵呢，也不是问题啊，只是怎么说啊？那我们这里就省略过就算了，不要把话说得太满 OK。那接下来这些手呢，我并不会把它们拆开出来装了上去，我并不会再去做这样子一个多余的一个介绍 OK。那是因为呢很花时间 OK， 非常的花时间。所以说呢，你喜欢的钢铁侠就怎么说应该说你喜欢钢铁侠呢，你就要你很想让你去买他的玩具，但是千万不要去买日版的玩具，因为这个模型呢非常的贵，要买呢去买 Hasbro 的玩具，好像是上次那个雷恩介绍的 OK， 这里上面我会打一下，或者你去点在这里来去看雷恩的这个介绍也啊。钢铁侠的这个马克42号，我非常喜欢那个那个马克42号的一个造型，因为它是金色以及红色的一个配色，我非常喜欢。而且它在一个电影里面那个戏份呢非常的搞笑 OK OK。这里下面呢，那个下面呢，留言板那个下面呢，我会打那个如果你有用那个手机 OK， Android iPad 或者是 iPhone 都可以去下载它那个游戏去玩玩看。哇，原来 Iron Man 的游戏只是那么的正点，我现在呢也是正在玩这个 Iron Man 的游戏，我非常的喜欢。所以说这个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介绍什么呢，也就是Iron Man Revolt 台的一个 Mark V 的一个模型的介绍。所以说这个是 Tony Chan 的Revolt 台的 Iron Man 的介绍，那我们下回再见 OK OK。 对了，它的高度就是这么高，比汽水罐再高一点点 OK， 就这么回事了。还有请记得我在下面还给放了一些网站，你们去点进去看他的 Iron Man 的这个 pose 可以摆出怎样的一个活动关节 OK。 那我们这里就不做一个活动关节的介绍，因为非常花时间 OK。 所以说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回再见了，拜拜。 Transform and Roll out Roll out